三位超女当中有一位要成为危险选手进入第三轮，两位待定。四位，既然商议完毕之后，哪位代表来说出危险进入第三轮的超女？坐在蓝色椅子上的萧敬腾。突然很后悔是蓝色椅子是吧？没有啦，这是你坐的站。我将全力让给，好，我自己来，就这样不改了对吧？不改吗？他还是会有机会。危险，危险不代表淘汰。对呀、啊，这是我们一同决定。不是我个人的答案。我很不想。我也不想。所以这个好像就是四个人是不一样的投票的是吗？对，就看不出来他们这个纠纷了。对啊，是有一些。你这样说不想是什么意思？有一些不同的。啊，我们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这个危险选手直接进入第三轮，危险直接进入第三轮。对，而且呢、okay. 好就好在他还可以休息一段时间。而且他第三轮会第一个唱哦，还拥有选择权。对，好，我很喜欢他的，其实。那我公布喽。好，你要继续。危险的是金文馨。金文馨。小蚊子，等会儿第三轮好好加油哦！谢谢老师，就是休息一下。加油！好。另外两位选手也可以要准备接下来的比赛了。对，休息一下。听你们第二首歌，谢谢。加油！